来是弄成风的区，单排手拿了一把波波沙，打的是大牡丹。这把枪的话和七幺八 C 比起来还是不错的，射程和后坐力都大同小异，而且它还可以装72发的弹鼓。我感觉唯一的缺点就是射程太低了，中远距离的子弹都不知道飘哪里去了。接下来你们看我视频就知道了。这时候发现外边刷了一个满编队，直接跑墓地了。哎呦我操！打了几枪，射程太远了，根本打不到。发现后边有一个落单的，准备过去拉前点打一手，丢个手雷炸一炸。发现就在我正前方了，死了几枪没有给他打死，准备拉下近点，丢波手雷。我也是不太敢往前面压了，因为前边的话都是他的队友。四个人整整齐齐跑过去了，就在我打状态的时候，被后边的人给我偷了，直接给我打成了小红人，好像不是一队的，另外一队玩家。我这边也是赶紧打一下自己的状态。这个位置不能待了，打好状态之后赶紧去鼓舞。这把有点乱。进来摸了一下保险，里边也是没有出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然后赶紧把手术做一下。哎，就当我压子弹的时候，听到这小子连蹦带跳的过来了，好像也是个独狼，他直接跑对面去了，过来偷一下背身。这个位置正好能修到腿，应该是残了，补个手雷。急闪，准备直接过去抓他。真遗憾，又有人要倒霉了。你真狂啊哥们儿，没见你这么狂的，见过狂的没见你这么狂的。这小子也是被我一个手雷给补死了，接下来就直接去旅馆了。刚到旅馆外围，就发现里边有一把双喷，在打鸡哥，好像是楼里边人不少，应该就是古物那一队，是一个满编队。咱们直接进，这老多人，我操！发现人还不少，密密麻麻的都是声纹。我准备从一楼摸，先拍一楼的点位。他们好像都不知道我进来，你看他们都不知道我进来。摸的差不多了。201这边两个，听到201这边有两个声纹，好像是在二楼 M4。 另外一堆人就是发现南麦田附近有一把 M4 在点他们，听到上边在喘了，打残了。我操，两个全残了呢。我操，他们好像被干了，兄弟们被 M4 点了，扎人啊！怎么里边？外边又来一个 M4。这时候听到缺口里边进人了，楼上面是三个人，非常确定。干起来！这把有意思，这把有意思，兄弟们，人多这把。南麦田的人好像是直接进老六房了，这把人不少，人越多我越刺激。我搁这边蹲了三四分钟，那帮小子去二楼就不露了，不对劲儿。上面一个是有三个人，现在露两个声纹，没有一个丢了。准备确定一下他们的精准位置。梅宝房这边两个人，梅宝房还没开。三个人，露了，全露了，全露了。这边一个，这边俩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俩。哎，还有一个四人队，人嘎了一个，跟你们说。我这边也是确定了一下他们的位置，都在二楼，二楼三个，地下一个，然后看看他们怎么打。我尽可能的逼下站，让他们先揍。哎，干他了！哎，打嘴架，打嘴架，两队人打了嘴架了，他两队打了嘴架了，两队人在讲话。
打上嘴架了，我操！停止射击！停止射击！他们要和好？不对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动。停止射击！他们要和好，估计。操，这现在这个情况对咱们来说那个什么不太好啊！他两队如果说和好的情况下，那不给我整死了吗？那不给我他妈的给我干了吗？直接两队打我一人啊！你看一会儿啊，一会儿他们拿刀出来，我他妈一梭子全给他们扫死了。停止射击！停止射击！哎哎，有想法了，搁我脸上他们和好了。停止射击！瞎搞！停止射击！放慢脚步，小心！停止射击！坏了，他们要下来了，下来要拿刀，坏了，他们要拿刀试探，和好他们。停止射击！停止射击！停止射击！别来招惹我！真正的你是哪队？哎，我出来对不对？我出来也行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假装他们队友。坏了。坏了，干了！我操，打死一个 ，M 四挺猛啊！坏了，坏了，这 M 四他妈的玩心理战，他们两个队友为他们报仇了，直接捏雷！这人跟他们不是一队的，直接给他偷掉了，后边两个人直接压过来了，打了一波没有打到。准备扔个摔炮，那帮小子直接往后边退了，准备往前边压一手，是个喷子，打了波铁枪没有打到他，换下弹。我这边也是赶紧补一下自己的状态，听见小子扒雷了，躲一手，还好是真爆弹，准备过来提前架一下预瞄点。这帮小子也是不太敢过来冲我。天开枪是什么意思？听到这小子被毒到了，我也是不着急，等他们过来。一打二不太好打，我这个枪。准备往前面压一手，直接爆头打掉一个，后边还有一把718C。往后边撤一手，没子弹了。也是在互相试探，不太敢冲。打药呢，我操！听到他在打状态，我拿他也没办法，然后准备回来打一下状态。打好状态之后，发现这小子又过来冲我了，直接一波预瞄，没有打到，这小子也是直接给我打闪身，冲过来了。嗯，也是直接一波腰射拿下。剩下的就是肥肥的舔包时间了，这波螳螂捕蝉玩的也是很好，最后咱们一个人给他们三个人全干了，他们也是一群烂仔，没有什么可舔的东西。这边是一把圆规 M4 一把喷子，然后大概炫了一下咱们就撤离了。